利路亚，弟兄姐妹，大家晚上平安。这个时候，让我们再次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我们一起来高举耶稣基督的名。耶稣基督，他是全能的神，他是荣耀的君王，他坐在宝座上统管万有，他的爱从昨日到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没有改变。好吧，这时候让我们大声的宣告：哦，耶稣，他就是我们唯一的救主。哈利路亚。
是的，主，我们谢谢你，你用笑脸帮助我们，我们感谢你。弟兄姐妹，这时候让我们大声宣告，我们的一生要靠主得胜。哈利路亚。仔细的爱将我拥抱，你为我穿上公义圣洁衣裳，使我活出神的尊荣。你按着我的名来认识我，不仔细的爱将我拥抱，你为我穿上公义圣洁衣裳，使我活出神的尊荣。不灰心，不善难，依靠主庇护所缺，全能神慈爱主，你用笑脸帮助我，我的力量何拯救，我的身在何高台，有谁像你扶持我，应允我的呼求。我要抬起我的头，仰望主耶稣基督，荣耀君王，我是唯一的盾牌。我要抬起我的头，高唱哈利路亚，大声宣告一声靠主的胜。哈利路亚，是的，主，我们靠着你的胜。哈利路亚。你按着我的名来认识我，不仔细的爱将我拥抱，你为我穿上公义圣洁衣裳，使我活出神的尊荣。不灰心，不善难，依靠主庇护所全，全能神慈爱主，你用笑脸帮助我，我的力量和拯救，我的身在何高台，有谁像你扶持我，应允我的呼求。我要抬起我的头，仰望主耶稣基督，荣耀君王，我是唯一的盾牌。我要抬起我的头，高唱哈利路亚，大声宣告一声靠主得胜。我要抬起我的头，我要抬起我的头，仰望主耶稣基督，荣耀君王，我是唯一的盾牌。我要抬起我的头，高唱哈利路亚，大声宣告一声靠主的胜。哈利路亚，弟兄姐妹，这个时候让我们同心合一的宣告，我们大声的宣告，我们一生要靠主而得胜。哦，是的，主，主啊，当我们在软弱的时候，当我们在困境的时候，主啊，我们不灰心，我们不善胆，因为我们知道神啊，你是帮助我们的神，你用笑脸来帮助我们。哦，你是慈爱的主，你的爱永远不改变。是的，主，当我们依靠你的时候，我们必不缺乏。哦，是的，主啊，这个时候，哦，是的，主，我们宣告，你就是我们的力量，你就是我们的拯救，你就是我们的山寨。哦，是的，主，用你的爱来扶持我们。这个时候，哦，哈利路亚，弟兄姐妹，让我们来祷告，哦，我们宣告，哦，我们一生要靠主得胜。哈利路亚，拉巴拉萨卡拉伊利亚那拉西格里里里里，哦，卡拉伊利亚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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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aka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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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我要
君王，我是唯一关爱。我要抬起我的头，高唱哈利路亚，大声宣告一声靠主的神。我要抬起我的头，仰望主耶稣基督，荣耀君王，我是唯一盾牌。起我的头，高唱哈利路亚，大声宣告一声靠主的神。我要抬起头，我要抬起我的头，仰望主耶稣基督，荣耀君王，我是唯一盾牌。我要抬起我的头，高唱哈利路亚，大声宣告一声靠主的神，大声宣告一声靠主的神，大声宣告一声靠主的神。哈利路亚，我们要大声宣告，我们一生要靠主的神，感谢的尊贵颂赞荣耀爱在全弟兄姐妹，大家晚上好，我是恩典堂的甘牧师。那么每个星期三是我们的祷告会，欢迎在线上和我们一起来祷告。当我们转向他，他必转向我们；当我们亲近他的时候，他就要亲近我们；当我们尊荣他的时候，圣经应许他就要把特殊的尊荣加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这段期间呢，我们还在山西抗疫期间，不管你打了疫苗还是还没有打疫苗，避开人潮，避开狭窄的空间，避开近距离的接触。如果你还没有登记打疫苗的话，快快去打。那么所以可以把杀伤性呢减到最低最轻啊。那么好处总是多过坏处啊。那么谢谢大家过去呢那个是鼎力支持恩典堂的各种各样的社会的施工。那么我在这里呢要呼吁大家继续的支持我们的社会关怀施工。谢谢上个星期呢布什巴坑附近的 chocolate 厂把一些的食物20箱的食物送给那个是我们的 food bank。那么愿神厚待他们。那么其他的弟兄姐妹我也鼓励你能力做得到，那么鼎力的支持我们教会的这些是老人院、孤儿院、戒毒所、food bank 啊，有种种的那个是施工。那么谢谢大家，这是我们的银行的户口。那么当你把收据、银行收据发给我，那么明华长老就会把收据呢，教会的正式收据发给大家。那么曾经在一个大学堂里面呢，那么有那个是老师就问那些学生一个问题啊，那么要大家的讨论啊，就是这个是和爱有关系的。那么这个问题就是说，由爱入性，是不是真的比由性入爱更持久呢？那么因色入门或者是因爱入门，哪一个比较长久啊？哪一种比较真？那么讨论结果呢，最后呢那么学生的总结就是这样子。当然是爱入门比较长久。为什么呢？因为你做爱能够持续多久呢？那么当你不做爱的时候到底要做些什么呢？所以呢我们看到由爱入门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呢当年轻人来找我说甘牧师我们要走上红地毯的另外一端了，我总是问他们眼看眼脸对脸问他们说，那么你爱对方吗？知道他们可以说我爱对方的时候呢，那么他们才可以开始那个是辅导。所以爱是婚姻家庭非常重要的基础。
那么不单单是婚姻家庭重要的基础，也是整个社会国家非常重要的基础。因为有好的婚姻，有好的家庭，才有稳定的社会，稳定的家庭。那么有一个神学家就说，那么如果我们要效法耶稣的爱，最好的地方呢，就是在家里面，就是在家庭里面。为什么呢？因为爱啊，神就是爱的源头。那么在教会里面啊，在职场上，在社会上，社交圈子里面呢，我们都可以戴上面具。唯有呢，在家我们很难，因为赤裸裸在一起的时候，就没有什么秘密可谈。所以要活出信仰生活，要信仰生活化的话，最直接的就是在自己的婚姻，在自己的家庭里面。要让爱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呢，实实际际的活出来，实实在在的活出来。哥培里布道家一代的那个是名目，曾经是这样子说过。他说每一个幸福家庭的秘诀呢，就是家庭成员呢彼此学习付出爱，彼此学习接纳爱，接受爱。所以家就是一个学习爱的地方啊，最好的地方。其他的地方呢，可能都要戴上面具。唯有在家里面，你可以很放心的放下你的面具，可以好好的爱啊，赤裸裸的爱。OK， 所以爱是婚姻家庭的一个重要的基础，也是最重要的基础。一代名目王明道啊，中国传道人啊，我们把它叫做三剑客，一个尼托生，一个王明道，一个宋善杰。王明道就曾经讲过，他说白头偕老啊，幸福美满，如果婚姻要幸福美满，有三个要啊。第一个要什么？要相爱。第二个要呢，要相敬。那么可是最重要的是什么？一同敬畏神。因为神就是爱，谈爱的时候一定要回到圣经。神就是爱，神就是爱的源头，圣经就是爱的教科书，圣经就是爱的最好的教科书。唯有回到圣经，唯有在家里面我们活出爱，那么要让我们的爱在家里面成长扩大丰盛充实，就是回到圣经。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十三节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就是爱。那么冷血宗教狂热分子可能是第一个，世上第一个的冷血宗教狂热分子保罗啊，当他和耶稣基督相遇的时候，他摸着了上帝的爱，因为神就是爱的源头。当有这个爱住在他生命里面的时候，他整个人反转过来，整个人不再一样，不再一样了。他不单单能够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他还告诉我们，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叫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上帝的爱是那么的长阔高深，没有办法和这个爱隔绝。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一到十三节，那么讲爱讲得最清楚，而且讲把爱呢讲得最好。那么爱到底是什么呢？第四节就告诉我们，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恒久忍耐，爱是一种生命，爱也是一种的智慧。当我们冲突的时候，冲突是因为什么呢？冲突呢是缺少了忍耐。冲突除了冲突，暴力呢更加是缺少忍耐，缺少爱心。耶稣基督，从耶稣基督的生平，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是我们学习忍耐最好的那个是榜样。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的忍耐，因为耶稣基督就是忍耐的化身。耶稣是我们效法忍耐的模式。
耶稣基督的门徒，比如说雅各和约翰，当他们面对挑衅的时候，他们两个脾气非常的火爆，分分钟要吩咐火从天降把他们烧掉，把人烧掉啊！而且雅各、约翰呢，两个人呢都是争权夺利啊，都曾经和母亲来到耶稣面前密谋争夺啊，争权夺位。那么他的门徒里面呢，比如说彼得呢，动不动啊就出刀啊。那么不单单是这样子，各个门徒呢都是贪生怕死啊，个个都是惧怕，充满了侥幸。所以耶稣常常骂他们啊，侥幸的人。那么其中一个呢，彼得呢就曾经三次呢出卖主耶稣基督。那么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过后呢，第一个出来啊向他显现的就是谁呢？就是彼得。那么他彼得已经三次不认他，三次出卖他，甚至发誓说我不认识耶稣。耶稣呢竟然问耶稣问彼得三次，你爱我吗？在圣经里面呢常常用婚姻家庭、丈夫和妻子的关系来比喻呢基督和教会那种密切的关系。当一个人对于我们不忠的时候，当一个人不忠，丈夫或者妻子、配偶当对于我们不忠，三次不忠，我们可能还问他，你爱我吗？我想可能性很少，对不对？那是因为我们缺少了耐性，我们要有更多的爱。那么爱的表现呢，就是忍耐啊，忍耐，唯有忍耐呢，我们才能够活出那一种的表现啊。唯有上帝的爱充满我们的心，我们才可能会有那一种的忍耐。今天不单单是夫妻关系呢需要忍耐，需要那一种的爱。那么当我们教养孩子的时候，喂养孩子的时候也是不简单啊，特别是今天的亲子关系，从小呢如果我们要把它养大，好像猫这么小小的出世的时候，我们要把它养大成人五尺六尺，甚至呢有些七尺的高头马大的时候，那是不容易啊。养孩子的时候，特别是喂他吃的时候都不简单，有时候你一边喂一边要讲故事你还要那是纯纯的善诱，喂一口的时候要把故事停啊，他说你吞了我继续的讲，对不对？你不吞啊我就不讲。有时候他发脾气的时候啊，全部含在嘴巴里面呢又吐出来啊。所以这个是可以想象啊，教孩子不容易，养孩子不容易，喂孩子也不容易啊，要他长大是不容易。那么有一个爸爸就是是在教孩子数学，那么那个是孩子的数学很差啊，那么怎么样教都不会。那孩子就说我很笨，我很笨，我很笨，我真的是很笨啊！学校考的分数也是很低分。那么可是爸爸就讲你不笨，可是那个孩子一直讲我很笨，我很笨，我很笨。那么爸爸就生气了，一失去了耐性，就拍桌子说：“你真笨！我说你不笨就是不笨。”很多时候我们都这样子失去了耐性。长久忍耐呢，圣经所讲，保罗所讲的实在是一个挑战有时候呢父母亲我们对别人的子女有耐心，唯独呢对自己家里面呢缺乏忍耐那么有些人呢对朋友是非常有耐心，非常有忍耐，可是呢对家里面的人呢就完全没有忍耐。那么这个是会是恶性循环，代代相传。有一句话说，忍耐中成长的孩子呢富有耐性。如果我们在家里面有忍耐，对孩子有忍耐，孩子也会以忍耐来对待别人。如果我们对他缺乏忍耐，没有耐性的话，他对别人也不会有耐性。所以呢父母亲用忍耐来对待孩子很重要，孩子就学会用忍耐来对待别人。所以忍耐呢会，当我们忍耐的时候会觉得心痛觉得非常的不舒服，
可是呢，这个忍耐就是爱的表现，忍耐就是爱的一种的操练。雅各书五章七到十一节告诉我们说，弟兄们啊，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哇，那不是开玩笑啊，那不是忍耐一次，是七十个气啊，不单单是七十个气，是超过七十个气。为什么？是等到耶稣基督的再来。那么雅各说，你看那、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又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弟兄们，你们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而不是开玩笑啊，忍耐，当我们缺少忍耐的时候，就是缺少爱，我们还要面对上帝的审判。那么那个是雅各继续说，看啊，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弟兄们，你要把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当作人受苦。所以忍耐有时候是会面对一些的苦啊，是不好受啊。那是能忍耐先知呢是能忍耐的榜样，就是能够面对这些煎熬啊。那先前忍耐的人啊，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当我们不忍耐的时候，我们会失去的很多的奖赏，很多的福气啊，很多的恩典，上帝所命定的祝福也不能够临到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要忍，那是爱的表现。那么雅各继续说，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我们知道约伯因为忍耐，凡是他所失去的，他双倍的得回来。愿上帝那么恩待我们，那么眷顾我们，也把同样的恩典和福分加在我们的身上。那么圣经说，我们不要彼此埋怨。雅各特别是警告他说，不要埋怨，因为埋怨呢能够吸走我们的福气啊，把上帝的恩典啊，把上帝的祝福，上帝命定的祝福呢，那么我们错过了。为什么我们会埋怨呢？因为我们忍耐不足，爱心不足。那么曾经有个一对的夫妻，那么带着两个女儿要到假期要出外旅游，那么带着两个女儿去度假旅行。可是呢开车开了不久就出了车祸。那么四个人就坐在车里面呢，开始彼此的抱怨，彼此的埋怨。那么丈夫呢就埋怨妻子呢，为什么不早把孩子弄好，早点出发，就不必这么赶啊，就不会出车祸。妻子呢也埋怨那个是丈夫啦，我早就和你讲啊，先看好地图，先研究一下 Waze 啦， Google Map 啦，看清楚了路线要怎么样走。这样子呢就不需要一边看GPS， 一边看路啊，一下子不小心就碰到前面的人。那么又开始埋怨了小孩啦，在后面大吵大闹啊，那边又嬉笑玩耍啊，本来是那个是快乐圆满快乐的假期呢，就泡汤了。弟兄姐妹，当我们碰到难题的时候，当我们面对挑战的时候，当我们面对经济的压力、情绪上的压力，那么我们更需要忍耐。遇到艰难，遇到苦难，遇到挫折，遇到灾祸的时候，我们最最需要的就是什么呢？以忍耐来彼此的相待，特别是我们附近的人、身边的人、我们的家人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孩子如果我们以忍耐来相待的话，你发觉到原本可以解决的事情也不能够解决这个就是我们的爱心最大的考验是面对考验的时候，你过去所有的信心所有的爱心所有的忍耐，在这个时候呢面对考验。那么你的信心、你的爱心到底有多大呢？这个时候呢就是面对考验的时候。那么当我们信靠他，当我们那个转向他的时候，我们可以确定我们必定能够走出来。
那么圣经不单单是说爱是忍耐，可是圣经也说第四节说又有恩慈、啊、恩慈呢跟恩典、啊、跟饶恕跟慈爱呢秘密的相关。圣经说我们要以慈爱彼此的相待，以恩慈彼此的相待，以怜悯的心呢彼此的饶恕。那么当我们有爱的时候，我们才会有恩典，我们才能够饶恕，我们才能够有慈爱。那么、那个是这个爱呢是从神而来。当我们和上帝的生命接轨的时候，当我们让主耶稣活在我们的心里面，当耶稣住在我们心里面的时候，我们就有这种能力、去爱，去忍耐，去饶恕、去恩待宽待其他的人。特别是当别人做错事的时候，做错选择，做错、那个是、那个是方向的时候，选错方向，出错的时候呢、出差错的时候，经常我们都会、那个是缺少忍耐、那么我们要选择，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选择 以恩待，以恩慈来相待，而不是以火爆来相待，恩慈来相待。那么我们可能、觉得对方、不配啦、那么你做错了事情还敢呱呱叫、都没有认错，都没有悔改，那么你要我原谅你放过你，那怎么可能、那你都还没有认错。那么、如果你这样子想的话，那么弟兄姐妹我告诉你，你就错了、那么马太福音呢，当主耶稣基督讲完主导文之后，那么今天是我们的圣餐礼拜、圣餐崇拜，等下我们要领圣餐，同时也要读主导文、不是读而已、而是要牢牢地记得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教训。当他讲完主导文过后呢，阿们过后呢，他就说你们饶恕人，天父也必饶恕你们。所以呢，我们看到饶恕恩待以恩慈相待很重要。当我们给别人恩典的时候，别人才会给我们恩典、当我们以恩慈、对待别人的时候，别人才会以恩慈对待我们，上帝才会给我们恩典，给我们诸般的恩慈，而把诸般的恩典加在我们的身上。那么主耶稣说你们不饶恕人，天父也不能饶恕你们。有一个妻子呢比较健忘，那么找不到家里面的锁匙，那么丈夫就请一个那个是锁匙匠来重新、打造那个是、锁匙、甚至把门锁也换掉了、也花了不少的钱。那么过后呢，那个是先生在那个是妻子的皮包里面呢找到了那个钥匙。那么、先生呢、是很有恩慈、很有恩慈。那么他找到了那个是、锁匙，他就把锁匙给那个妻子看，可是他很有恩典、他就对妻子说家里面的锁头已经、用了好几年、也应该换了、那么其实呢这个是老公他可以选择骂嘛，对不对、这么善忘，这么健忘、他可以给怒骂，可是他没有这样子做，这是一种恩慈。为什么？因为你怎么样骂，事情已经发生了，都不能够把事情做好，把事情解决掉。那么唯有爱心，唯有恩慈，唯有忍耐，才能够把问题解决得更好。所以不是向后看的时候、不是、这辈的时候抱怨的时候，而是向前看的时候，怎么样将来的生活才能够变得更好，更甜更美、那么、更加的幸福，而不是、一边的责备。为什么所有的责备，所有的谩骂，所有的、那个烈怒都不能够解决任何的事情？因为事情已经发生了，那么就要去处理那个事情，而不是向后看，一直责备，一直抱怨，是没用的、那么另外一次呢，就是那个是丈夫记错了请客的日期、那丈夫 很热心，那么要招待他的那个是朋友来他的家大吃一顿。那么他的妻子呢很会煮，
那么就请他去吃，就买了很多的菜回来，煮啊，螃蟹啊，什么呢，大鱼大肉的，在家里面呢，山珍海味的煮了好多啊，那个是好料的来招待啊，那个一两个礼拜前呢，就告诉了妻子，而妻子想你要好好的准备一下啊，展示一下你的厨艺。那么妻子也是非常的看重啦，时间到了就花好长的时间预备了他拿手的料理啦。可是到了那一天，左等右等呢，两个人在客厅里面走来走去，可是呢，那个是客人就是不来啊。最后呢，忍无可忍的时候呢，做丈夫的就打电话给他那班的朋友啊，哎，你们不是说不是和你们讲好要来我家？可是他们的朋友，他的朋友说什么？哎，你不是和我讲下个礼拜呢？不是这个礼拜了，我看你记错了日期。那么先生就非常的尴尬啦。可是呢，妻子呢很有恩慈呢，他就说没关系啊，我们来过一个美好的浪漫的晚餐。所以他们就自己大吃一顿顿啦啊，第二天还在吃啦啊，那么是浪漫。可是为什么？原本是很尴尬的啊，原本是大发脾气的时候，可能是摔地碟子摔盘子的时候，而是变成一个浪漫的夜晚呢，那是恩慈啊。圣经说我们要很有恩慈，恩慈能够把不好的变成好的，能够把整个局势呢扭转过来。那么有一个先生看到那个是妻子啊，忙坏了，因为妻子呢一边的那个是读书，一边的做家务，那么一边顾孩子啊，孩子有四个啊，忙得不得了啊，忙得不得了。先生看不过眼呢，就亲自的推荐啊，说今天由我来煮。那么他就去那个是厨房里面忙了半天啊，拿出他那最拿手的猪脚醋啦，红烧排骨啦，种种种。可是呢煮好了就敲钟啦啊，说好好了，四个孩子老婆你们可以来吃了。那么大家就跑到厨房去一看，看来哈，一看呢全部是黑黑的啊，全部都是烧焦了的，全部都是变得那个是全部都是红烧的就对了啊。那么原本是山珍海味呢变成另外一种。可是呢妻子很有恩慈，妻子呢就对孩子说，孩子们我们全部站起来，给你爸爸一个掌声，谢谢他这么辛苦啊，跑进厨房今天花了半天的时间为我们煮出这些山珍海味啊，那么让我们好好的那个是欣赏，好好的吃一顿。那么孩子全部拍手啊，全部拍手。那么丈夫开始的时候有点尴尬，可是过后呢也就接受了啊，接受了他们的那个是肯定啊，那么就坐下来，全家好好的享受了那一顿。那么原本是一个那个是很糟糕的啊，个事情很糟糕啊，批评埋怨，如果他们失去忍耐失去恩慈的话就会怎么样呢？埋怨啊，批评啊，这么糟啦，这么差啦，那个是浪费了食物，浪费金钱啊，种种种啊啊。那么那个是，可是呢因为这个恩慈啊恩慈，那么这个是整个气氛就那个是完全不一样啊，完全不一样。这就是恩慈，夫妻之间你看家庭成员之间难免发生类似的事情，那么千万不要彼此的抱怨彼此的埋怨啊，我们要长存忍耐的心啊，以恩慈相待。那么更糟糕的就是你做厨艺我做食物啊，你批评我我批评你，你攻击我我攻击你，那么就把事情变得更加的糟糕。当事情发生的时候就是需要用恩慈相待的时候啊，所以爱是很久忍耐又有恩慈啊，又有恩慈。那么接下来呢那个是
在祝福大家之前呢，我们要领受今天晚上的那个是圣餐，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在还没有预备这个是那个是啊，在还没有领圣餐之前呢，我要做一个祷告啊，要为大家来祝福祷告。这个时候，让我们来低头祷告。弟兄姐妹，不管我们面对怎么样的难处，千万不要放弃啊！保罗在这里呢，他做了一个非常有智慧的选择啊，这个选择使他笑到最后。那么他选择爱啊，他选择接受了上帝的爱。那么今天晚上呢，那些已经信主了的，可以跟我做以下的祷告。父神上帝，那个是今天晚上我感谢你，因为呢你要我成长啊，你要我选择生命，你要我选择爱。今天晚上我要选择做一个有智慧的人，要做一个充满爱心的人，要充满忍耐啊，能够啊彼此以啊爱相待，忍耐相待，恩慈相待的人。父神上帝，我相信你的计划多过我自己的计划，我选择相信你的计划不是抱怨，不是苦读，我选择忍耐，我选择那个是恩慈，帮助我那个是忍耐等候，学习以恩慈的心、怜悯的心彼此的相待，特别是对家里面的人啊。父神上帝，当我没有马上得到我要的答案的时候，我选择做我能够做的，改变我能够改变的，不能做的就交给你，因为你是爱的源头，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叫我与你的爱分离隔绝。如果今天晚上在我们当中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你可以跟我做以下的祷告。主耶稣，现在我打开我的心门，我接受你做我的主和救主，我邀请你进入我的心。今天晚上我邀请你，我恳求你用爱充满我的心，叫我的生命充满忍耐，并且能够以恩慈对待我家里面的人。我选择你的爱多过我自己的计划，我选择相信你的旨意不是抱怨和苦读，我要信靠你和爱你，我要更加认识你的爱。今天我接受你成为我生命的主，我求你让我成为你家里面的一份子，也恳求你在我的家里面掌权，让我的家充满你的爱，充满你的温馨。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Amen Amen Amen。 如果你第一次做那个事，接受耶稣的祷告，那么我要非常非常的恭喜你。那么让我知道，或者是让任何的组长，任何的你家里面的人，或者是任何的基督徒知道，可以帮助你继续的成长。好，这个时候我们要领受那个杯，我们要领受那个杯。当主耶稣基督被出卖的那一夜，就是星期四晚上，他设立了那个是圣餐。这个圣餐就是和以色列人一夜餐差不多。那么守圣餐的时候，首先呢，他就是拿起那个是饼来，拿起饼来的时候，他就掰开啊，掰开的时候呢，他就为那个饼来祝福。那么今天还没有为那个还没有领受那个父饼之前，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慈悲永生全能的父神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那么爱我们，感谢你去做这个杯这个饼提醒我们，我们是你家里面的一份子，我们是属于你的，我们不是客旅。今天晚上我们恳求你的宝血遮盖我们，洁净我们。父神上帝，感谢你这个是宝贵的血，因为罪人只要在这宝血里面啊面前就得到完全的洁净。我们感谢你靠着这个是圣约，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工作，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你施恩宝座前面，呼叫你阿爸父上帝。我们可以得到你在新约里面所应许的全备的恩典。当这些恩典没有限量的临到我们当中每一个人的身上，当我们当中每一个缺乏的都能够说，靠着耶稣基督我可以丰盛起来，富足起来，因为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不单单是叫我得生命，
并且要我得到更丰盛的生命，叫每一个软弱的都可以刚强起来，因为靠着耶稣我们可以得胜，靠着耶稣我们可以刚强，没有任何的事情能够叫我们与主耶稣基督的爱隔绝，叫我们当中迷失的都能够说耶稣就是道路真理与生命，那么他就是我的方向，他就是我们的前面的光，路上的灯。感谢你主耶稣帮助我们，在什么地方跌倒就在什么地方站立起来，我们把自己完全的交托，我们感谢你为我们破碎你的身体，因为这个破碎的身体能够叫我们得医治得释放。感谢赞美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大家说阿们。这个时候我们一起来领受那个父饼，过后我们打取那个父杯，相信已经准备好了啊。那么准备好了，我们打开这个父杯。这个父杯呢，就是比表耶稣基督象征耶稣基督为我们流出来的宝血。这个宝血能够洁净我们，洗净我们的重罪孽。这个时候，我们为这个父杯来祝谢。主耶稣，感谢你赦免我们的罪，因为这个宝血，我们得到完全的洁净。感谢你流出这个宝血。父神上帝，叫我们的身心灵不单单是得到洁净，同时呢可以那个是从你那里领受宝贵的生命，叫我们心里面的力量刚强起来。这段期间不管我们面对什么样的挑战，让你的爱充满我们的心，都能够以忍耐的心，都能够以恩慈的心，那么彼此的相待，彼此的一起的扶持，能够一起的向前迈进。感谢赞美你，为这个杯献上我们的感恩，奉主耶稣的名，大家说阿们。 Amen, Amen。 我们一起来领受领受杯和饼，是我们自我审查不是审判别人的时候。让我们这段时间，那么就来到上帝的面前。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安静在上帝的面前，让我们一起来做主祷文。主祷文是主耶稣教导他门徒做的祷告，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愿神的国临到我们的身上，让上帝的旨意做成在我们的家里面，做成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社会和我们的国家马来西亚。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成就在地上如同成就在天上一样。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饮食，求你今天赐给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向我们饶恕了人得罪我们的人得罪我们的那样，不要让我们陷入试探，救我们脱离那恶池，奉耶稣基督最宝贵的圣名，大家说阿们。 Amen。 好，谢谢大家。今天晚上呢，我要为大家来祝福。全能永生的阿爸父上帝，愿你时时刻刻用脸上荣光光照你地面上的群羊，愿你看顾他们，愿你护佑他们，愿你眷顾他们的入，也眷顾他们的处，在叫他们在世上得以十分的平安。父神上帝，叫他们在世上承受圣灵诸般的恩惠，在来世承受那永远光明的基业。奉那撒勒人耶稣基督最宝贵的圣名，大家说阿们。 Amen。 好，今天晚上我们的那个是聚会到此为止，谢谢大家，平安，散会。